谢谢大家，下午好。首先，我要谢谢的就是 SNE 公司的老板，还有余宝杰教授，把这么好的产品带到马来西亚，给我吃到今天呢、啊。我从槟城可以坐巴士到吉隆坡来，我的病是尿酸。 我的病痛啊，已经有15年。10年前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走路，还可以做工。最严重就是现在的5年。我现在的5年啊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还有我的两双手，5年没有拿过一张纸。 因为我的两双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关节已经硬化了，不能动。我的两双腿，关节也硬化了。每天睡觉的时候，都要放3粒枕头在我的脚下面，我才可以睡觉。我的两双脚。 5年没有走路，还有我的脚板，5年没有踏过地上，两个脚板伸到一粒一粒，好像葡萄这样的尿酸是。射线医生已经宣布我永久残障人士，医生呢、啊、已经摇头，跟我说我没有希望了，我的内脏。 已经进了尿酸，腰子已经进了尿酸，心脏也进了尿酸，最严重的就是我的心脏还起了一粒像鸡蛋这样大的尿酸刺。我在去年11月20多号 ，SNE 的代理人把 SNE 带到我家来给我吃。 首先，他叫我吃1天4粒，就是早晚2粒2粒。我吃了1个礼拜过后，我跟他说，有一点点关节有好一点点的感觉。他说有一点点的感觉就是好事，叫我加倍吃，吃到1天9粒。我吃1天9粒，吃到1个礼拜多，我整个人感觉到我的 景象，我的手，我的关节可以动得很多，我就知道奇迹有出现。我自己加倍吃到1天15粒，我吃到15粒，2个多月，我自己在床上可以翻身，可以坐起来。现在我吃了 SNE 以后啊，哇，自己可以吃饭，自己可以喝水。 现在啊，我吃了 SNE 啊，你看我的手可以拿高高，你看关节已经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小力气了。我手还可以动，还可以摇，我的腿已经像平常人的正常，不用换枕头，我都可以睡觉。我吃了 SNE 以后啊，我现在啊，我还可以拿我的脚高高。 给我猜猜看，你看我的脚已经肥了，已经生肉了，我可以走路一点点了。现在啊，我吃了 SNE 啊，1粒1粒的尿酸痣已经不见了，我还可以走路一点点，还可以啊，踏地上。5年我脚板没有踏过地上，我可以给大家看，以前我的脚啊都是像这样，像前面啊，1粒1粒这样的，这严重。 叫我怎样去走路？5年我的痛苦没有人知道啊！现在啊，我肯定跟大家说，我吃了 SNE 以后啊，99.98%我的尿酸痣已经消完了，存的1粒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我肯定跟大家说 ，SNE 的产品啊，给我吃到我的头到脚板都医好我的病。今天啊，没有天地精华。SNE 啊，我早就啊变火炭了。
我在生病的时候，我生病15年，我已经看过16位医生，6位专科。我看到16位医生，15年没有医好我的病，反而更多严重。每一位医生都开口都说，我敏感不能吃药，不能医到我的病。我肯定地说。 我现在一天吃15粒SNE，可以医好我的病，可以给我站起来，给我自己冲凉，我可以驾车，可以从吉隆坡上巴士到吉，可以我住槟城，我在槟城早上啊坐巴士到吉隆坡来，所以我肯定地说，16位医生。 没有15粒SNE的力量，每一位朋友气我的家，都说我不像一个病人。我问他做什么会这么讲，那个朋友跟我说，不要看到我的手、我的脚，看到我讲话，他们说我不是病人，因为他们看到我讲话，我的中气十足。我的朋友还问我吃什么。 我跟他说我吃SNE，我在这边我要谢谢 SNE 有这么好的产品，给我吃到今天呐、啊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一步一步像小孩来学走路。我真的很谢谢 SNE 有这么好的产品。假如啊没有 SNE。 我今天啊，肯定我没有在这边。我要谢谢 SNE 给我吃到啊，是从把我从鬼门关带了回来。我很谢谢 SNE 的产品。还有最后，我要谢谢 SNE 公司有这么好的产品。 我真的一生一世，我要谢谢 SNE 公司。说真的一句话，现在啊，假如啊我的钱包啊有2000块，我第一件事我要做的就是，我要登一张报纸啊，大大张啊，来感谢 SNE 公司。好，我们谢谢。谢谢大家。